7岁时，爸妈送我去了韩江小学。一开始，我对这个学校一点都不了解，觉得很陌生，又有点害怕。但是，老师们都特别友善，每个人都笑着和我打招呼，让我感到很安心。6年来，母校就像是一条小河和肥沃土地，让我尽情地汲取成长养分。老师们不仅教给我们很多知识，还帮助我们开阔了思维。校训勤奋、朴实、公正、勇敢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13岁时，我升上韩江中学，视野得到了拓宽。每个科目的老师就像是一盏盏指路明灯，在我求职的道路上为我打开一扇又一扇的知识大门。从语文到历史，从数学到化学，让我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校训笃于文行更告诉了我，学问和品行的不可偏废。我的生命因为老师的教诲而得到了升华。毕业在即，回想在韩江传媒大学学院度过的求学岁月，不禁让我感叹，快乐的时光总过得特别快。韩大就像一条滔滔大江，气象万千。讲师的渊博知识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和无知。硕博课程的开办为我们持续的翱翔与学术的天空提供了可能。在这里，学术把我给武装起来，让我有了可以步入社会的资本。是韩江三校的老师们滋润了我们的内心，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开拓了我们的视野，塑造了我们的人格。在这特别的日子里，我们想对您说，老师，您让精神的田园开满知识的花朵，您让求知的路途弥漫智慧的芬芳，您让成长的旅途沐浴关爱的春风。老师，是您让我们的人生变得更加美好，谢谢您。蜡烛牺牲自己，为别人带来光明。老师，您就是那只蜡烛，牺牲了自己，为我们带来智慧。但是，在我心中，您是永远不会熄灭的。老师，谢谢您陪我们一路走来，谢谢您对我们耐心教导，谢谢您的包容与理解，谢谢您的认真与关爱，谢谢您老师。老师，感谢您用自己的生命之光照亮了我的人生旅途，您丰富我的心灵，开发我的智力，为我点燃了希望。一路上有您的教导，我才没有迷失方向。一路上有您的关注，我才能实现理想。在您关注的目光之下，给予了我无尽的信心和勇气。您是我永远的老师，衷心祝您幸福。在教师节到来之际，祝我亲爱的老师身体健康，永远快乐。亲爱的老师们，您是我们生命中的灯塔，照亮着我们前进的道路。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祝韩江三校全体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永远青春美丽。嗨，祝全体老师教师节快乐。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循循善诱的教导，让我们从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长成知书达理的好学生。你们的教导我们一定会牢记在心，在此我想祝你们教师节快乐， Happy Teacher's Day。 老师们教师节快乐，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和教导。祝天下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非常感恩你所付出的一切和耐心的教导，非常感谢有你们，教师节快乐。ขอบคุณคุณครูที่ลำบากสอนพวกเรามานะคะสุขสันต์วันครูค่ะขอบคุณคุณครูที่สอนพวกเรามานะคะสุขสันต์วันครูค่ะก็ขอให้คุณครูทุกคนนะมีความสุขมากๆนะคะขอสุขภาพแข็งแรงแล้วก็ขอเป็นคุณครูที่เด็กรักแล้วก็ชื่นชอบตลอดไปค่ะก็
ขอขอบคุณสำหรับความรู้ดีๆและก็ประสบการณ์ที่ดีตลอด3ปีที่ผ่านมานะคะสุขสันต์วันครูค่ะ教师是春蚕，春蚕到死丝方尽。教师是园丁，一年四季勤耕耘。教师是灯塔，照亮学生人生路。教师是太阳，温暖天下孩子心。Dear teachers, kebijaksanaan, dedikasi, dan kebaikan Anda akan selalu membawa kami ke jalan yang benar dan akan selalu menginspirasi kami untuk menjadi manusia yang lebih baik lagi. Terima kasih telah menjadi panduan dan inspirasi kita untuk semangat dalam menuntut ilmu. Xin chào anh Trang, em tên là Phạm Trung Hiếu. Sau đây em có đôi lời muốn nhắn gửi đến tất cả các giảng viên là cũng như là thầy cô ở trường đại học Hàn Trang. Chúc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có thật nhiều sức khỏe và cũng như là niềm vui trong công việc giảng dạy và truyền đạt kiến thức từ cho bọn em. 回望这三年在寒江的点点滴滴，离不开各位老师对我的栽培以及支持，感恩各位老师对我一直以来的鼓励与教导，让我成为一个喜欢学习、热爱读书的中文系学生。我在此祝各位老师平安喜乐、健健康康，教师节快乐。大家好，我是八度空间华语新闻主播陈丽婷。那趁着韩大谢师宴这一天呢，让我向所有韩大的老师致以最高的敬意和最深的谢意。谢谢你们的无私付出，让我们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同时也指引了我们的前程。一百多年来，韩江学校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为社会贡献了无数的人才。这一切都离不开老师们辛勤的付出，他们是韩江当之无愧的灵魂工程师。历经百年，韩江学校从一开始的小学稳扎稳打发展到中学和大学学院的规模，能够有今时今日的成就，这一切更离不开董事部成员在背后的苦心经营和无私付出。是他们让老师得以安心教学，学生得以安心学习。在这特别的日子里，祝贺韩江三校全体老师教师节快乐！